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手指扬之，当愿众生皆得妙法究竟清净。这个出家人呢，在以前啊，无论印度的是中国的，都啊有嚼羊脂。嚼羊脂啊，这个首先拿起这个羊脂啊，就发这个愿了，说当愿众生皆得妙法，都得到啊，这种啊不可思议的法，究竟清净，将来啊得到清净的。这个嚼羊脂啊，有很多种好处。第一啊，是能明目。这个羊脂啊，它有一种苦味，能去这个头上的火，所以能明目，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呢，又可以除痰啊，常嚼这个羊脂啊，这个痰会没有了。咱们人家有痰呢，也因为有火气，那个羊脂啊，这个苦不但能明目，而且又可以去心火。去心火就没有痰，除痰。第三呢，又可以除口臭啊，你嚼这个羊脂啊，口的这个臭气也没有了。那么有这个很多种的好处，但是现在呀，那出家人因为有牙刷了，得用牙刷，不用羊脂。我们在苏州灵岩山住的时候啊，那儿还有这个老风气，还有这个老祖的家风，天天都嚼羊脂，那么这嚼羊脂啊，有很多种好处，好处很多很多的。不过现在啊，都把这种的家风啊，都放弃了，很少了。嚼羊脂时，当愿众生气心调静，四诸烦恼。这个嚼羊脂的时候，正在嚼羊脂的时候，也不能打其他的妄想，也不能随随便便的，也要发愿。发什么愿呢？嚼羊脂时，当愿众生气心调静，这个心里啊很调柔啊。清净的，这心里啊没有烦恼啊，所以说施诸烦恼，把这个烦恼啊都给咬碎了，没有烦恼。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捐除罪法。出家人到这个大小便的时候，也都应该呀发一种愿。不要在这个厕所上到那个地方去就开会，因为厕所那个地方不可以互相讲话的，所以这时候也应该发愿，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把这个贪嗔痴都舍弃了，不要了它啊，不要这个贪嗔痴，捐除罪法，这个捐呢就是没有。要把这个一切的罪法都要扫除了这个罪法也就好像大小便里似的，大小便一样的，它很肮脏的，你不要要它，不要舍不得不要保留着，那么不肯撇弃了它，捐出罪法就把它撇弃了。视其旧水，当愿众生出世法中速疾而往。视其就是大小便完了之后，旧水到那洗净的时候，
洗净呢，在这个比丘啊，大小便完了之后啊，都应该洗净，而这洗手，把它洗净了，所以呀、这叫视其旧水，当愿众生又发愿了，发愿出世法中，速疾而往，要修这个出世法呀，赶快要到这个出世那个地方去，不要留恋在这个三界火宅里头。洗涤行秽，当愿众生清净调柔，毕竟无垢。洗涤行秽啊，这就是洗净，小便呢完了之后洗手，大便完了之后啊，要用水来洗这个肛门啊。那么洗完了之后就发愿，说是啊，当愿众生清净调柔啊，得到清净调柔。调柔啊，就有忍辱的意思在里头啊，就是没有脾气了，没有啊这个无明啊，毕竟无垢，将来一定没有啊一点的这个尘垢，没有肮脏的东西了。以水灌掌，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受持佛法。用这个水灌掌，灌洗这个掌呢，就是洗手。以水灌掌，就是洗手的时候也应该发愿啊。咱们洗手，要发什么愿呢？是当愿众生啊得清净手。每一个众生啊，都得到清净手，受持佛法啊。为什么要得到清净手啊？用这个手啊，来翻这个经典呢、来修持啊这个佛法。你手要不干净啊，就不应该修一切的法。好像啊，那大悲咒啊，千手千眼陀罗尼经啊，上头有42手，你有42手眼，你42手眼。你想修这种法的人呢，必须要保持你那个手时时都清洁的，时时啊都没有邋遢啊，时时都干净，才能呢受持这种法。那么至于说啊，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而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啊成就千手千眼啊。在佛教里头啊，在以前的佛教啊，叫这个马溜子，叫千手观音。俺们修千手千眼这个法，并不希望啊做这个千手观音啊，那么去偷东西去，因为手太多了，你呀、人看不见就可以偷东西，你自己的眼睛也太多了，人家看不见你也可以偷，不是那样子。你呀，能修这个千手千眼呢，是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是能救人的。俺们每一个人要是得到这种42手眼，都可以变成千手千眼。不但千手千眼，那个万手万眼，不但万手万眼，可以说是无量的手眼啊，无量的手眼。有一句俗话说，那个人呢，手眼通天呢，手眼通天，就是啊，有千手千眼的能力。你们每一个人啊，都可以和观音菩萨并驾齐驱，都可以有千手千眼。但是可惜呀、都没有修这个大悲法，这个42手眼呢，就是得到这个千手千眼的这种的法门。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得到清净手，受持佛法。以水洗面，当愿众生得净法门，永无垢染啊。你这用水来洗面洗脸的时候，也要发愿，说当愿众生得净法门，得到清净的法门，永无垢染。我永远都没有垢染。手指西藏，当愿众生摄大思慧，是如实道。手拿这个西藏的时候，
这也要发愿。这个西藏呢，人人都知道那个摩诃目犍连，他拿这个西藏是开地狱的一个所施，那么这时候也要发愿了，当愿众生设大思会，设立啊这个大布施的会啊，是如实道，指示人呢这个真实的道路啊。这个大思会啊，就是一个法会，大法会，大法会呢，就是指示人呢一个修行的道路。直持英气，当愿众生成就法器，受天人供啊。直持英气就是啊，拿着这个钵的时候，这个钵呀叫英亮器，英亮器呀，你手里拿着这个钵的时候啊，也要发愿，当愿众生成就法器，都啊做一个法器，法器啊就是载法之器，就是能以何丹汝来的家业，这都叫法器。受天人供，得到天人的供养啊。发指向道，当愿众生屈佛所行，入无已处。发指向道，这一句寄诵就是说的，你想要修行的时候，想要修行，譬如走路，所以在这时候也要发愿，由愿而起行。所以说屈服所行，路无一处。这个佛所行，咱们修道应该依教修行，依教奉行。那么依照佛所修行的方法，咱们去修行，入无已处。这个无已处啊，就是叫你人呢不要生一种依赖心，不要生一种怠惰的心。怠惰就是一种懒惰，懒惰呀就生出一种依赖心啊，就好像恶男似的，以为啊佛是他的堂兄弟，那么自己呀不修行，到时候啊佛也会给他这个三昧，可是啊想不到是个人吃饭个人饱，自己生死要自己了，所以啊不可有一种依赖的心，要在于道，当愿众生能行佛道，向无外法。要是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就要在于道，也就要发愿，发愿呢是当愿众生能行佛道，能以呀依照佛所修行的法门去修啊，修行佛道，向无余法。要修到啊这个无挂无碍无余的涅槃，这种法。舍路而去，当愿众生屡净法界，心无障碍。舍路而去，就是啊在路上行走，这
这是啊，出家人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也不能打妄想，也应该发愿。发什么愿呢？是当愿众生屡尽法界，当愿一切众生啊，所行旅的所到的地方都是清净的法界，心无障碍，自己呀，心一点执着也没有，无所挂碍。无挂碍也就是没有障碍，见生高路，当愿众生永出三界，心无却绕。见生高路就是啊，向山上走的时候，像啊，一步比一步高啊，这个道路，走这种路啊，也是要对境发愿，见着这种境界就要发愿。所以说，当愿众生永出三界，永远呢出离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心无却绕，这个出离三界也是不容易啊，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出离这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可是虽然经过这么样一个长远的时间呢，心里也不要生出一种啊畏惧的心啊，畏惧却绕，却就是怕了啊，因为啊佛道长远不容易修行，人们就生了退心了。退心呢，这个志愿就不坚固，就软绕了，软绕就没有力量了啊，没有力量向前走了，去绕。渐趋下路，当愿众生七心千相，长佛善根。渐趋下路，那么上啊，向高处走，这个路发这种愿。那么有的时候这个路也向下走，向下走啊也要发愿。所以啊，渐趋下路，向下坡走的这个道路，也当愿众生啊七心虔向，这个心里啊很谦恭的啊，不骄傲。谦下就是不骄傲，没有共高我慢的心，心里啊和任何人都有一种谦恭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就是比我没有知识的人我也要请教他，甚至于啊不一定比我没有知识啊，所以要啊谦德，有一种谦德谦逊的德行。所以七心谦下，长佛善根，你能啊对一切众生不生一种骄傲心，没有轻视啊一切众生的心，这就是长佛的善根。佛呀、啊、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所以他自己才成佛了。如果他要看一切众生都是鬼呀、啊、他也不会成佛。所以啊，俺们想要成佛呀，就要用这个慈悲喜舍的心来呀对待所有一切众生。所以长佛善根，见下曲路，当愿众生
舍不正道，永除恶见，见狭曲路。这个路啊，有一种啊，路不直的，弯弯曲曲的，有的路啊，又好像那个蚕虫路，那个蚕呢所行的，虫子所行的，这个路，就好像个四川，中国四川那个路啊，就不容易走。所以古人有诗说：“见说蚕虫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那个山呢，好像在人的前面呢，那么就生出一个大山来。看不见路。那个云呢，在这个马头啊前边呢，就生出了这个云雾。所以啊，四川那个路啊是不容易走的，崎崎岖岖的，弯弯曲曲的，很危险的。要走到这个路上，狭曲路也要发愿。所以说，当愿众生舍不正道，舍弃呀、这所有一切众生啊，都把那个不正当的道路啊，舍了它，要啊行这个正路，永除恶见。这个恶见就是邪知邪见，邪知邪见，不是正知正见。那个邪知邪见呢，就好像这个狭曲的路一样。因为这个，所以要发愿，永除恶见。要见之路，当愿众生七心整之，无谄无狂。要见直路，这个直路啊，就是表示我们这个心里啊要整直啊。所谓直心是道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佛法推行到西方去？我就因为啊，见着西方人有一些个人都很天真无邪的，那个心呢很直的，不像亚洲人呢这么会打妄语。他们现在啊正在学习的期间，学习打妄语，还完没有完全呢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把这个佛法推行到西方啊，或者他们这个执心呢更能延续时间长一点。要见直路，这个路啊是正直的，当愿众生也要发愿。那么当愿众生七心正直，愿呢一切众生这个心呢就正直啊，无谄无狂啊。谄就是谄曲，谄媚。在一般的人喜欢呢产妇娇贫厌故喜新啊，产妇见着有钱的人呢，把面呢就扬起来，对着这个有钱的人说话，现出一种呢谄媚的心。所谓邪奸谄笑啊，这种态度啊是很可耻的，谄媚。
天都有钱的人叫谄媚，那么无谄呢，就是没有这种谄媚心，没有谄媚，不谄富啊，又不骄贫，见着贫穷的人又不骄傲啊。那么富贵的人要是不骄傲，这就啊有一种德行。贫穷的人要不谄媚，也是有一种德行，有一种啊整治的德。厌故喜新，咱们人呢，无论什么事情，一个新鲜的，他就欢喜；要旧了，他就不欢喜了。这叫喜新忘故，喜新忘故，产妇娇贫，这都人人呢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也是人人的一个老毛病。要能不犯这种毛病，那就知道做人的道理了，知道做人道理。但是你不产妇也不要来生一种骄傲的心，你骄傲也不对，你对穷人骄傲也是不对的，对有钱的人骄傲也是不对的。那么中国又有关帝公，你们各位都知道啊，他欢喜穿着个绿袍，曹操留他留不住了，做一件绿袍给他，送给他，叫他穿上，他把他穿到里边啊。曹操就问他了，说我送给你一个新袍，你为什么要把它穿到里边呢？啊，他说因为这件袍啊是我的刘备大哥送给我的啊，这个我穿着惯了，你送给我这个是个新的啊，我不愿意呀、喜新忘旧啊。曹操一听这个话心里就凉了，说这一个人呢，我没有办法来利用他啊。所以关公这个大义参天，那么他呢就不谄富，不骄贫啊，不厌故，不喜新啊。这个狂字加个言字啊，有的读枉的，有的读啊狂的啊，也就是达网语啊。达网语为什么要达网语呢？这个达网语的动机就因为自私，你要没有自私心呢就不会达网语了，你大公无私绝对不会达网语的。见漏多尘，当愿众生远离尘盆，怀清净法。你在见着这个路上啊很多尘土，好像啊咱们到印度啊，那个印度啊你在那路上一走啊，不吃饭就会饱的。怎么会饱呢？吃尘土面子啊，这尘土面子啊把你口啊鼻里边呢都灌得满满的，耳朵里都吃的都有尘土啊，耳朵都可以吃啊，甚至眼睛也可以吃尘土啊，那真是啊这个尘土太多了啊。见路多尘，当愿众生，这也要发愿，这么多尘土吃不了了，
吃不了呢就远离尘盆，远离这个尘啊，来掉到自己身上，从上边呢掉到下边，这叫盆，又叫有的都差的啊。怀清净法，得到一种清净的妙法啊，没有那么多尘土了。见落无尘，当愿众生常行大悲，其心认斋。见路无尘，见到这个路上啊很干净的啊，好像啊在美国那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柏油路啊，马路都很宽的。那么路无尘，这也要发愿了，当愿众生啊常行大悲，常行这个大悲心。什么叫大悲心啊？这大悲心就是啊，看所有的人都和自己是一样的啊。所以我有这么几句话啊，这是啊对这个大悲心是很好的，很恰当的。怎么样说呢？真认自己错，你无论什么事情啊，不要去怪人去，要承认自己的不对，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要闻过，不要护过，不要掩饰自己的过错啊。所谓过能改归于无，唐寅师曾一孤，你过有过要能改呀，啊，孔子都说，有过能改，善莫大焉。你能改过，这就是个善，啊。又说过哉勿胆改，你有过错呀，不要怕改过。你怕改过啊，啊，那就是。要闻过试过了啊，试过掩饰自己的过错啊，不承认自己的过错。所以呀、啊、真认自己错，莫论他人非。俺们人呢往往不谈话在矣，一谈起话来就是说人的不对啊，就是说母母如何母母如何啊，就是看不见自己。所谓啊那个乌鸦落到猪身上，看见那猪黑，看不见自己黑啊，一天到晚就是说人家的不对，自己呀、啊、一点不对都没有，这是啊一种愚痴的行为。圣人啊，人为圣贤，孰能无过啊？由这句话呀，证明这圣人才能无过。那么贤人呢，他能寡过，能寡少过啊。君子改过，君子啊就会改过的。小人呢就护过，小人呢就保护着他这个过错啊，有过能改，这是最好的。所以啊莫论他人非，不要净看人家的不对，也不要净给人家洗衣服啊，他非即我非。你能呀能以这样想啊，旁人的不对就是我的不对，我为什么有人骂我啊，我也很高兴，有人说我不对呀、啊、我自己也就很高兴啊。因为什么呢？就因为啊我觉得他非即我非，旁人的不对就是我的不对啊，
不要和旁人呢分开，说这个吃亏吃得太大了。那么吃一点亏怕什么呢？啊，这个世界为什么坏的呢？就因为不肯吃亏，你也不肯吃亏，他也不肯吃亏，都想占便宜。所以说你要能看成他非即我非，旁人的不对就是我的不对，同体明大悲，一切众生与我同体啊，一切众生与我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啊，这个常行大悲，常常的行这个大悲心，其心任斋，这个心呢就很有智慧的，很光明的。所谓富人屋得人身啊，你要富啊，就把这个房子造得很好很美丽的，你要有德行啊，你这个身体啊就有一种光彩，有一种光辉。所以其心任斋，绕见险道当愿众生，住正法界立诸罪难。绕见险道，险就是危险的道路。什么是危险的道路？就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都是危险的道路，忽然而天，忽然而地，忽然而恶鬼，忽然而畜生，忽然而人，都是啊很危险的。得人身者如掌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那么所以啊，人身难得，所以说啊，在六道轮回里是很危险的。在这时候也要发愿，当愿众生啊，住正法界，住这个正法啊，住于正法，离诸罪难，把这个一切的罪业障难都离开。绕见众会，当愿众生说甚深法，一切和合。绕见呢，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众会也要发愿，所以说当愿众生说甚深法，说这个甚深的妙法啊，说很呢微妙的这个法，一切和合，令一切都和合，没有争，大家在一起呀都不争。绕见大诸当愿众生离我正心，无有愤恨。绕见大诸，这个大柱啊，有的经上是翻译成大树。那么柱和树啊，都是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当愿众生，也发愿呢，愿一切众生啊，离我争心，离开呀这个争论的心啊。我慢呢争论这个心，无有愤恨，在心里呀没有一种愤恨心。绕见丛林当愿众生，诸天及人所应敬。绕见丛林就是啊这个大树林子，这个大树林呢，所以中国这个丛林，出家人住的地方都叫丛林。为什么叫丛林呢？这个出家人
每一个出家人好像一棵树一样住在一起，所以叫丛林。因为这个树啊，它可以能利益众生，所以啊，见着丛林当愿众生啊，诸天机缘，一切诸天和一切世间人所应敬礼，都应该呀、恭敬礼拜。要见高山当愿众生，善根超出无能置顶。如果见着有高山的地方又发愿了，所以是当愿众生，善根超出，这个善根呢超出一切的人，所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什么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呢？善根无能置顶啊，到这个没有啊能到的那个最上那个地方。见鸡次数当愿众生积德减除三毒之次，见鸡次数，鸡次就是啊那个荆棘生刺的那种树，见着这种啊荆棘树的时候，荆棘有刺的这树的时候，也应该发愿。发什么愿呢？比如说积德减除啊，很快的要减除啊，减出去什么呢？三毒之刺。这三毒啊，就是贪毒、嗔毒、痴毒，这三种啊犹如毒箭一样，所以应该把它剪出去啊。剪除还要快一点的剪除，不要慢了，你要慢了啊，恐怕你就没有力量剪了，所以要积德剪除三毒之刺。见树叶茂当愿众生一定解脱而为隐应。见树叶茂，见这个树啊枝叶很茂盛的，在这个时候呢也要发一种愿。发一种什么愿呢？是当愿众生一定解脱。这个树的叶子茂密啊，也就啊，要修这个定，修解脱，而为隐应。这个因字啊，应该读那个有草字头那个隐，隐应，就是在上边呢，盖着。绕见花开当愿众生身通等法入花开佛。假设你要见着啊，有某一种的花开的时候，这时候啊你也应该对境发愿，对着这种境界不要打妄想，要发一种愿。愿意怎么样呢？当愿众生神通登法，入花开佛，愿一切众生所得到的神通妙用不可思议这种的法，入花开佛，好像那花呀开佛那么茂盛，那么样美丽。绕见树花当愿众生众香入花聚三十二。假设要见着啊这个一切的树木开种种的花，在开花的时候
也要发愿，愿意啊一切众生，当愿众生，众相入花，所有的这个32相，好像那个花似的，聚32，众相入花，聚32，有32相。绕见果时，当愿众生怀正最圣法，正菩提道。绕见果时，就见着回着一切的水果树，回着苹果呀，回着橘子啊，回着木瓜，总而言之，这果实，一切的果实。你见到一切果实的树木，又发愿啊，所以说当愿众生怀最圣法，得到啊最殊胜的，最不可思议的这种法，正菩提道啊，正得这个觉道啊，正得这个涅槃觉道。绕见大河，当愿众生得遇法流，入佛智海。假设要见着啊大河的话，或者好像啊见到恒河呀，这大河，当愿众生，这又要发愿了，发愿呢。愿一切众生，当愿众生得遇法流，得遇啊，就是遇，就是参与，参与着法流，法流就是入圣人法性流，所以说入佛智海，得到啊佛的那个智慧海，入到佛的智慧海里边，你。得遇法流就入佛智慧海了。绕见皮宰，当愿众生即悟诸佛一味之法。绕见皮宰，这个皮宰呀，就是有水的地方有水的地方它这个水不是常常流的，这皮宰这又要发愿，所以说当愿众生即悟诸佛很快的就觉悟一切诸佛一味之法，一味之法就是实相的道理。绕见持照，当愿众生余业满足，巧能显说。池照，这个池照，照也就是个水池子的别名，池照，池也就是照，照也就是池。所以那个文王修这个灵台的时候，听使灵台。经之迎之，庶民恭之，不日成之，经时勿及，庶民子来那么这个地方啊所讲的池照，也就和那个文王啊那个灵照啊一样的，为其台曰灵台，为其照曰灵照。那么这个灵照也就是个池子，所以绕见呢池照，当愿众生也即可呀就发愿了，发愿呢愿一切众生，当愿众生余业满足。余业就是啊不造恶业不造的恶业善业满足了巧能言说善巧方便来呀说一切的法，言说诸法实相。
绕见机警，当愿众生具足辩才，演一切法。绕见机警，这个机警呢，就是溪水的井。这个井呢，现在是机器井了，那么一按它就会水就上来呀。古来的井是要用呀，一个柳棒，要用那个井绳，完上个脚，怎么一脚啊？要见到这种井的时候啊，你就也应该对镜发愿，就发愿了。发什么愿呢？具足辩才。你要得大辩才，你念观音菩萨，愿意得大智慧，得大辩才，得大无畏，得大安养，那么具足辩才。这辩才呀，有四种，有思无碍辩，意无碍辩，乐说无碍辩，第一无碍辩。那么这四种辩才，演一切法，能演说一切法，善说诸法，就好像那个富楼挪似的。富楼挪是这个十大弟子之中呢，他是说法第一。绕见涌泉，当愿众生方便增长，善根无尽。要见这个涌泉呢，是吧？涌泉呢，就从地里头啊所生出来的这个所涌出来的这个水泉。要见这种的水泉的时候啊，也应该对镜发愿啊。这个净行品呢，都是修道的人呢，对一切的境界，不为一切境界所转，来呀，转这种境界，就是不好的境界，也会把它转得好了。所以呀，怎么样会转好呢？就要发愿。所以呀，绕见涌泉，当愿众生，又发愿了，愿一切众生，不是单单一个人，方便增长。这个方便的智慧啊会增长啊，善根无尽，这个善根呢没有穷尽啊，是源远流长，源源呢而来。这个善根善根，没有种善根的人令他种善根，已经种善根的人就令他这个善根的增长，一定增长的就令他成熟，一定成熟的呢就令他解脱。所以这个善根是无尽无尽的，重重无尽的。